逃开八十一难，走过余年的万水千山，才会参透菩提真言。人生是一次温情纠缠，七情六欲诸多亏欠，淡去浮华的喜乐悲欢，终于来到莲花座前。跪拜在菩萨的座前，燃心香缕缕灯一盏，苦海迷航回头是岸，一生换来几世情安。跪拜在菩萨的座前，听母语声声把经念，放开世物不放下誓愿，即使因果一生来还。是我